手机人，咱的好心情好，给大家挥挥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，非常的用心哈，特别结合我们的国荒一队啊。马中就咱金门妈祖开机130周年的庆典，咱非常感恩咱的妈祖的保庇，保庇咱大台湾地区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再次欢迎咱设计人和成功所安排国光一队精彩表演。我们的国光一队演出，除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国际当中看到汉光啊，这是我们的汉光一队啊，来，请大家掌声欢迎汉光一队他们的精彩的操枪术啊，还有结合一队的演出。咱头前只有伊也会当休困，互相休困一下，参加咱在3点的会休的这个活动，再次欢迎来自咱三芝小吉人福星宫，咱所有的技术人员，由咱业主委员带领，所有技术人员咱的会场。咱头前这边只会当坐，咱休困，欢迎。因为黑色椅子这边是观礼区哦，所以说呢，天荒的也可以稍作休息。来，那么邀请好，让群众以及我们的观礼区，我们的贵宾一起入座哈，一起入座，谢谢。今嘛等在进行，也就是咱小吉人和群众，咱的汉光一队的操演啊。来，来宾以最热烈的掌声，再次欢迎来自宜兰的汉光乐一队的表演。宗教文化的提升，艺文活动的层次，以及多元化的面向。那这一次呢，再次感谢宜兰汉光一队带来精彩的演出。现在画面上大家所看到的，不只是现场的表演可以看得到之外，我们舞台的大荧幕上面呢，也有汉光一队的精彩表演。那同步呢，就是在我们亚洲广播家族台湾庙会频道现场直播，是的，还有我们的桃园足弓现场，我们的脸书粉丝团直播，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拿起手机来欣赏直播。2018年八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天朝双龙特别晚的活动，再次出来先来欢迎所有参与的单位，欢迎咱本地小丽的欢迎，欢迎在台花莲台北市台湾新城隍庙，欢迎北港朝天宫、小吉人福星宫、在台花莲新港红天宫、土埔顺天宫、在台花莲大甲镇南宫。台南庆安宫，台中花莲台北市松山自由宫，台中花莲台北市干道宫，台北天后宫，台中花莲台北市南福宫，台北树林主皇宫，板桥主会宫，文寮小王宫，万里吉尔主会宫，北海圣云宫，新庄自由宫，花莲主会宫。竟然好处的好宫，中山天后宫，
德北天后宫，十六号里新北市金宝里朱后宫，元旦天庭宫，三甲七里天后宫北三马，以及咱明年度如同一九年主办宫庙南丰二南天宫，以及今年度如同一八年主办宫庙天恒朱后宫，咱这些所有的当事，即属所有的代表。以及咱姐姐来宾，热烈的欢迎，欢迎各位。来，我们也提醒大家，我们主办单位哈非常用心哦，在我们这个巨蛋田径场这边哈，我们的西门入口、北门入口这一个区段当中呢，我们也有贩卖哈，我们这个台湾美食的饮食区哈，所以从现在到晚上呢，各位也可以一起莅临来享用我们台湾美食，一起来买我们的这个美食来吃也非常不错，一起来看会香大典，还有我们大型和短型的直播演唱会哈。欢迎我们桃园市政府民政局长汤慧珍局长莅临，来汤局长欢迎，来掌声欢迎我们汤局长。
来，有没有人现场有医师我们的这个相机袋子哈，相机袋子蓝色的哈，所以请大家，如果你有医师的话，请面对舞台，面对舞台，我们右边这边哈来认领，谢谢。稍待会儿，在我们的三点整呢，会在我们现场呢举行我们的会香交谊大典哈。那么我们会香交谊大典当中呢，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战乐乐团东方艺术团，另外还有我们演唱哈，那个陶月妈，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歌曲哈，陶月妈，我们慈湖星的这个黄子宇也会来到现场，还有我们的帅哪吒道具团。他们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呢，并且参与我们的会香大典的祝贺。那么晚上七点也有我们的大型直播演唱会，大型直播演唱会，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这次来感谢咱秀吉兰好先生，为咱安排吉兰汉光乐队、汉光乐队精彩的表演，就是咱精彩表演。再出来恭迎咱所有参舞的一个新春的盛驾，也欢迎咱所有参舞的来宾贵宾莅临咱的会场。再次感谢咱所有参舞的单位今仔的辛苦，再次欢迎各位的莅临。在属于咱今天的掌声，热烈的掌声，感谢来自宜兰的汉光乐仪队精彩的表演。宜兰汉光乐仪队的一队演出，请大家给予掌声，谢谢。再次感谢咱新北市三芝小弟人好先生，啊，恭祝咱吉米姨妈台机130周年，来恭祝咱妈祖婆婆、妈祖娘，一旦幸福平安、平安满意、必有满意。感谢咱新北市人好先生，把咱这个宜兰汉光乐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